真正才好讲吼。来，咱后一位吼，啊，伊原是来自咱清华的陈莹莹哦，伊嘛是今年才十几岁尔，但是伊即马竟然刚刚发现一些一个小视频，哇，马上我那真侪变火绿哦，大家听好嘛嘞，带来一首啊陈莹莹的歌曲《妈妈》，请保重，来也欢迎我们的深度的欧金妹小东西陈莹莹，谢谢。现在在网络上。
你唱闽南语歌是什么时候开始唱的？当时开始唱闽南语歌？去年8月份。好，开始，以前都唱国语，后来他爸爸把他带来给我教闽南语，但是我现在发觉闽南语他唱得更好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你看，从刚刚的文文、李林啊，还有我们的莹莹啊，我们的闽南语歌真的是越来越好啊。好像都是靠近我们金井深埔这边的哈，这边的歌好像比较会唱是吗？哦，是哈，我直接问他是不是，他说是，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啊。好，谢谢我们的莹莹，谢谢。